2023年11月30日，我们再次飞到了极光之城，挪威特罗姆瑟，休整两天后，我们就开始了这次自驾之旅。一路上，因遇而又壮观的峡湾不断撞击着心灵，美好的风景总是在路上，这也许就是自驾游的魅力所在。这次的行程原计划是从特罗姆瑟经罗弗敦群岛自驾到奥斯陆的，当我们经过一路惊叹的峡湾景色后，到达了第一站塞尼亚岛，刚好遇到了下雪天气，没有办法拍摄极光。当晚带着失落的心情研究完罗弗敦群岛近期的天气及地磁预报，发现未来的几天也只有在塞尼亚岛才有可能追到极光，于是我们选择取消后面的行程，留在这里。12月份的挪威，因为靠着大西洋暖流的缘故，白天的气温也就在0度左右，晚上的时候-2到7度。对于每天晚上都要在户外拍摄5个小时极光的风光摄影师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体贴人的冬季。峡湾独特的地理环境让每个破碎的角落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。塞尼亚岛这个被雪花点缀的手掌型岛屿，仿佛被大自然的画笔轻轻勾勒，形成弯弯曲曲的手指状。每个峡湾口都是一幅不同的画卷，让你难以取舍。所以我们舍不得离开，留下来慢慢拍摄。时不时出现在峡湾中的村落，让原本感觉冰冷的世界顿时添加了一抹温暖的人间色彩。
上天也知道这寒冷的地方应该在天空中泼上些粉色的颜料进行搭配，以呈现人间的美好。这也成就了峡湾独特而又壮观的景色。路边的雪松和皑皑白雪，让黑色俊俏的石山更加突出。层层叠叠的树林毫无次序地缠绕在雪山上，勾勒出独特而又极富美感的构图线描。零星洒落在海面上的岛屿，像大大小小的棋子一样，无序却有序地躺在海面上。白天衬托着不同的光影，晚上极光的到来，在丰富了画面构图的同时，让大自然的美显得更加生动迷人。五彩斑斓的光带在星空中跳跃，如梦如幻。极光的出现是大自然的奇迹，仿佛是对人类心灵的一次洗礼。这绚烂的色彩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在寒冷中等待的旅者，让心灵在这神秘的光影中沉醉。这时你只需要去感受极光带给你的视觉盛宴，让这种冲击不断撞击你激动的心灵。在粉色的天空下，小小的海浪缓慢地拍打着岸上的沙滩，平复着以往都市生活中你疲惫不堪的身躯。此情此景，只愿时空静止，让自身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中，放空自我，感受一把宁静而舒适的光影。
在回程的路上，大自然给了我们一个惊喜，在海面上飘起了一条雾带，像白色的丝绸般柔软地飘在海面上。这是海面蒸腾的水分，由于低温直接凝华而成的固态雾状带。在远处的山峦霞光与岸边的村落间，形成了最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景象。带着感激的心情，默默地许下，2024年，我们再来看你的心愿。